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二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万能基因币。在神秘商店今天可以领取五个万能基因币。超人去看了一下，万能基因币是可以在基因序列商店兑换基因的。这应该是神秘商店第一次送万能基因币吧。 Nice。 这个赛季的双人对决终于到了最后一周，超人也把任务等级升到了50级，终于又到了向南瓜头发起挑战的时候了。好紧张好激动啊，南瓜头，这次我一定要得到你。前面几抽都是铺垫，应该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超人感觉就算要出好东西，也应该把两个金币奖励抽完之后才会有吧。好不容易转到最下面一排，居然是蒲公英，看吧，抽到金币了吧。下面就应该轮到南瓜头了吧，两个金币都抽到了，该出好东西了吧。哎，这是南瓜头真的吗？啦啦啦啦，南瓜头到手啦。超人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我爱你啊，双人对决。没想到超人每次获取新植物的途径变成了双人对决抽奖了。哎呦，居然又抽到了一个角落里的奖励，庆典汽水液超人已经有了。可以了可以了，这一次已经非常完美了。超人倒是有点期待下一个赛季会出什么样的奖励了，来点绝版植物或者新植物给我们抽抽嘛。最后一抽的奖励是板栗小队。好的，对决币不够抽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都有南瓜头了吗？超人来看一下，南瓜头这个植物已经开放了5阶，装扮的话超人没有获得，下次超人带上南瓜头去打一下双人对决看看。